今天能上王者吗？今天怎么上王者？王者要1300多分吗？直接死了。看你怎么打的过他。玩英雄，玩游戏跟那个什么，那个倒还好吧。哈哈哈哈哈！你这是英雄，你这是最玩的。这个黄金的太渣。哎呦！笑死我了！这留下人家干嘛呀？你这个流出的死相已经写在脸上了，我只能说出来而已。刘德山已经玩不了了，懂吧？这单杀了，我靠！我只能说张姨妈W技术伤害太变态了。<笑>真的假的？我靠！我相信这个妹妹已经感受到压力了。<笑> 那何止是压力啊，他经验都吃不到，纯卡拉米啊！对面是真黄金吗？真的是黄金啊，技能都不会。不是这个英雄，我感觉他前期数值挺太强了。如果会玩的话，我感觉他前期数值太厉害，他后期可以通过。 我看他们那些绝活这个东西都是后期通过装备去。不是吧？你闪一下乔金。哇，暴牛没闪的。哇，给了一个 W， 我靠！ 没事，三四个刀，可以追到死啊！他们二级，都有，随便定一个都可以追。这好像也可以追到死。先推完他们技能。我从来都是觉得工具人英雄就是要。 为队友创造空间，知道吧？为输出型英雄创造空间，从来都是这么认为的。小卡拉米呀，就搞兵什么的，就是玩工具人，要有工具人的样子。他的压力有点小大，感觉。 他不杀我了，他就是不杀我。大陆可以越，没人。嗯。你在唱什么？我也不知道我在唱什么。 下鸡巴胖！他爆你肯定要下来。哇，谢谢小 V 啊，谢谢小 V 的9张全是卡，感谢。哦，全是卡，感谢。哦，小 V 的9张全是卡，感谢。谢谢小 V， 谢谢小 V 啊，小V大侠。感谢小V妹妹的全是卡，感谢。真强个屁！真强，没真强吗？哦，我没死。 哎呦，没死是吧？哦呦，哦哦哦，不对不对，他跳大了，往上走，他跳到那边去了，哎，他躲了，我躲了，我靠，那小兄弟跳到这边来了，哎，看笑死我了，快点，哎，救命啊，救命啊，哎，我死在你脸上了要，这里还走了。 我捡住他了，我捡住他了，你快走，他定不到你，他面后不到你。有那个男的没闪的吗？这一波，什么意思啊你，我靠！什么意思啊？你好过分啊，小金！我操，这都被拉了，他妈的，别打了，别打了。小呀。 妈要那宝刀翻出来哈！皮行道荣他下来考我，他不技术考的，就考一半是吧？今天能上王者吗？今天怎么上王者？王者要1300多分吗？
小金，你快走，豪爹来杀他。我的显示器是27寸。为什么你七级了？他还要卡兵，你说他是不是做的？我不来了，我就得抓他串了一只。不是，那个蝙蝠我怕他有意境的，你知道吗？哎 ，W， 我要过去。小金，我杀不死他。救命啊！他给个 W，、啊、给个什么鬼技能？这没死。啊，这都没死，我靠！哈哈哈哈哈！他妈这是白中啊！我操！爸爸怎么来中了？吃你的妈！那潘森一丝血，他惩戒上去惩戒不到别人。哈哈哈哈哈！我靠，这个贱人皮要罢了。笑死我了，我靠！妈的，真的怂这傻逼！三木压力好大，上路被单杀了一步之后没声音了，三木压力好大。满头炸回来了吗？上面买来的压力，你们跟我讲讲。满头大汗了吗？还压他十刀，压力还不大。我发现分段越低，玩俄洛伊的人越多。十刀还不够啊！这个逼玩意儿，刚说的就没用完啊！不有一只吗？我操，这都给我拍死了！我们1200分俄洛伊。走位这么好？我的走位什么时候？不然我跟你说，好像你不死一样。我怎么死啊？我来了，我来了。马上叫大黄神雨！我操！他妈的没大傻逼！大黄星雨来了，大黄星雨，减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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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来了，把他上了两个渡城吃了。大黄星雨呢？不然等会渡城都没了。大黄星雨，他上方陨中路了，你这个就是观察力不够仔细啊！他妈打小卡拉咪还要观察是吧？骄兵必败，兄弟。感觉今天要迎来我们的第二代了。会吗？反正我上把一次都没死啊，我也没死。反正我上把我一个打四个，反正我上把被他妈恶心的掉了3条线啊。那、哦、那谁的问题呢？就是你换血了，全他自己的问题啊！我明摆了要去抓下他要。我又没换血，那我们又困了。北斗是谁啊？什么叫连你都不知道，我们就更不知道了。你的意思是你认识的人比较多，我们认识的人比较少。啊，你社交牛逼症呗，你有。牛叉症。我有声说他经常会各种词汇。这个大风星云啊！大，我操！我好打算只有90FPS，打你的吗？看我多少个飞龙小军，跟我跟我 ，follow me，follow me。我靠！我怎么看到了？差点被秒掉了吗？这么痛！20000的电脑打穿194FPS，你捐了吧？